没有古老的气，没有那种老 COCO 的气息，我们有更多更多的年轻人一起来参加许多啊这个城市音乐的活动。所以呢，我想这个活动啊，这个不仅是让许多啊来自国内外的音乐团体啊能够共聚一堂，不管是开音乐会议，或是在表演让市民呢以及观光客共同领赏之外呢，事实上也有许多啊这个彩蛋。啊，刚刚您讲的彩蛋只是彩蛋之一。什么是彩蛋呢？就是噔噔，飞天小女警，因为飞天小女警她换装了，所以说她第一次换装要在台南，拿出他们的新的这个装备啊给大家看。所以那天啊，在11月9号、10号的时候啊，飞天小女警的新的换装版的这个。彩蛋也会出现啊，成为我们的嘉宾。那非常高兴大家来，我们也欢迎各位一起来，更加感谢许许多多啊音乐人，还有来自国内的好朋友，各位都是台南的贵人，各位都是我们音乐发展的贵人，也都是我们文化啊这个发展的贵人。那祝福我们从8号到10号，也刚其实我刚刚弄乱七八糟，从8号到9号。8号到10号，又9号到10号，反正从8号开始就对了哈。啊，大家一起来台南，来啊，不管是城市音乐节，或是贵人散步音乐节，都欢迎各位，诚挚的欢迎啊，这个啊，来自全台湾以及各地的好朋友一起来参与，谢谢各位。另外呢，还有国际音乐会议跟地方市集部分。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我们演唱会的演出的阵容哈。在11月9号呢，演出阵容呢，包括金曲最佳新人奖的截止档啊，以及呢我们新生代的嘻哈歌手哈莫展阳，还有台湾组的原创歌手侧脸，以及呢泰国王子的歌手哈。另外还有意大利的四人组。他在11月10号呢演出的阵容呢，包括哈、有来自新加坡的 Steve Prince 啊，以及呢来自英国的 Nine Bus 啊，还有呢阿波维亚的伊丽莎白，以及我们台湾本地的女蚂蚁机器人，还有台南在地的龙邦，今天也在现场。在贵人散步呢音乐节的部分呢，包括会有8场专业的论坛交流的。那14国近100位的内外音乐产业人士来参会，另外会有7个主要的展演场啊，那推出呢10场的活动。那这边呢，我们有跟高铁做推出高铁套票，所以可以让各地的朋友都可以搭高铁接到优惠的票券啊，来参加我们的活动。那这7个场馆包括呢南美馆2馆。全国戏院、无缘公会堂、南美活动中心、利比亚主播空间等会使用，会有10场的 showcase， 65个乐团的表演，分散在这3天，就是8号到18号的3天。因为呢，它会在同一个时间，会错开，就是会有不同的表演，所以呢，我们的活动会场这7个主要，就是两场那个免费的那种露天演唱会的地点，是在那个。康乐街这个地方，另外呢，这边的7场哈的 live show 的部分呢，则是在我们这附近，那大家就可以穿梭在台南最具特色的那种巷弄之中，那同时也欣赏音乐，同时也可以体验文化知识。那配合这个活动呢，还有29栋台南的老屋共同开放，配合导览，让大家呢可以体验台南的老屋风情。另外在南美馆2馆的那个康乐街，更正一下，南美馆2馆的永福路哈，跟友爱街就是说南美馆2馆的西北角，也会有2天的深山市集，60场包括我们所做的料理的
各行各业的创意家哈，在这里摆摊。欢迎大家呢来台南参加我们这一次台南城市音乐节。